你不理我的时候都在干嘛？手机爆炸吗？电脑中毒吗？家里着火吗？手摔骨折了吗？还是坟头信号不好啊？一见钟情，不是你一眼看上我，或者是我一眼看上了你，不是看，是味道。前方是您未来妻子，请马上去撩。网恋吗？网恋吗？不恋。